哎呦我的妈呀，我第二天我就有点发烧，脸也就整个脸是麻的啊，但是特别感动。你们的声音通过了监狱的地板传给了我，就在自由女神和监狱之间，就是你们，自由和监狱的之间就是我们的战友，这是上天对我们的考验，自由女神对我们的考验，也是让我们永远牢记自由和监狱只是一线之差呀，天意呀，我特别感动。所有这500多位战友，永远的兄弟，永远的生死兄弟，亲生兄弟姐妹都不能比啊！感恩啊！我对战友们就是想念。感恩还有担心，担心你们就是时间随着这个人性，随着时间的磨练，经不起啊共产党的这种超限战啊。第二个就是感恩战友，在这个时候大家100%的走在了一起，还有跟长岛哥联盟一致的工作。想念是想想吧，在这里，我现在我就在你们电话，我这周围126个人啊，就是那个什么火车站杀人案呐、啊，那个枪击案呐、啊，还有那个矮子毒品的老板呐、啊。司法部3号人物啊，还有这个你们知道几个大明星啊，都在我们这旁边，是吧？这个地方是多么的危险，每一秒钟的自由都是用命换来的，不是用鲜血，是用命换来的。每个人在这里最想等待的就是亲人和朋友的电话，而他们在外面最不在乎亲人和朋友。而七哥有着这么多战友的爱，你说七哥多幸福？在清风，我只有家人关心我，谁关心我？是现在，而我有了全来自全球的百万、千万、亿万的战友在关心。你说七哥幸不幸福？我想不想念？谢谢兄弟姐妹们，言不能表达我那种感受的。七哥，那佳佳想跟您说话。七哥那天在船上的时候，佳佳那天你喊在船上，我跟喊的都大汗淋漓呀，我看的是真爱呀。佳佳都哭了，现在那个时候大家一起哭的、一起喊的时候，我就突然知道你们为什么当时说要爱战友，如果没有战友的话，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很孤独。然后现在我们有战友陪着我们一起想你。你们不会孤独的，有这个事情以后，我们谁都不会孤独，因为我们经历了人间的所有地狱般的考验，真的是火与冰的考验。我们的情是没有人能懂的，因为没有经历我是不能懂的。现在你们明白我过去每天都说让你们珍惜珍惜感恩的意思，现在更要爱战友。这种经历亲人爱人孩子都给不了你，只有我们这经历才能给。就像我和你七嫂的跟郭美郭强的感情经历，这个我们更，我跟你七嫂现在是战友情，郭美郭强都战友情了，是吧？墨镜是不是你看到墨镜文香都成了我们绝对性的战友。为什么？我们共同走过这个经历是最关键的，这才是最值钱的，好吧？谢谢兄弟姐妹们。听长老哥的话，跟联盟保持一致，一秒钟的懒都不能偷啊！我就想告诉你们，生命中、自由中的每一秒钟都值得珍惜啊！这里的人一盼就是几十年、50年、70-80年，在我旁边这个人待了31年了，在外面杀了几十个人，是吧？他你待了31年了，你想就在这个地方怎么过来的？他能出去什么样子？我们能从那到了球场上看到，就我这层又能看到天，看到天。趴着笼子看一眼自由女神都幸福死了。那你们现在想想，每一秒钟还有什么理由生气？还有什么理由不活好啊？珍惜啊，珍惜啊，特别是家人和战友，没有什么比这再重要的。还有什么要说的兄弟姐妹们？郭先生，就是您记得您送给那个 Jimmy 那个唱歌的人那一件 G Fashion 吗？他那天就是4月8号来参加那个集会的时候，他说郭先生您已经赢了，因为您做的事情是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敢做的事情，您挑战的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恶势力。他说没有人第二个人能做像您这样的事情，他说您已经赢了，所以他们都是专门赶来到18楼前面就是为您唱歌。所以真的是希望您有一天能够听到他们所有这些美国人，虽然他们跟您也没有血缘关系，甚至他们都还不是战友，但是他们因为通过这个事情，他已经跟我们新中国联邦也是我们大家庭中的一员了。这就是长岛哥、尼克、小王子，你们做的太棒了。哎呦啊，我看到你们在盖地上采访，看到了 AWA 的好几个外国媒体采访，真的太感动人了。希望揭秘他们真的做的太棒了，你就代我向他们问候。你说这样的战友真是我们永远的好朋友啊！我们会新中国联邦人，不
赢了，郭文贵连屁都不是。我想的是，新中国联邦要赢，要赢到世界上最大的这场赢，消灭中国共产党，这才是一切。我们会让他们看的，一切都会烟消云散，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啊！如果他们要知道了郭文贵干了什么事情啊，他们就会明白共产党是一定很快在地球上被消失。咱走着看，连美国的监狱里边都对爆料革命新联邦如此之尊敬，所有这些人都说一知道我是灭共的，都把我当成神一样，不入是锅啊！现在是已经是整个大楼人，我是想见天下啊！你想有人主动申请就来见我一面，就跑了那么老远，就是过来就要见我一面，是不是？这就是爆料革命的影响力，新中国联邦的影响力啊！谢谢你狗，代我感谢他们啊！嗯。郭先生，那个鸡鸡和阿甘想跟您说话，他们都哭了。好，快快快，说两句吧。七哥，您放心，我们会把家看好的。好的，鸡鸡、阿甘啊，你们辛苦了。七哥，你们开玩笑，但是拍摄要上水平啊，要上水平啊，那太差了。你像旁边那个这个天花板，还有那这整个的名人、世界名人的每一个镜头都要对过去，要一个故事都是讲半小时。你要做功课呀，那樱花给拍的没了，你把小菜脸拍的跟那发酵的面包似的，你长岛哥拍的好像没睡着似的啊！拍完了，快断线了，十五分钟了啊！过两天再给你们打啊！嗯，七哥，我们爱你，七哥爱你啊，爱你，七哥爱你，七哥我们等你回家。魔女、兄妹、苍天，我们的小李还。